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今天是我们家木木要收纳的第一天呀，夏夏今天要收纳啦，接下来可以吃副食品啦。太大声了，太大声了，宝宝帮你换新衣服好不好？宝宝小声一点好不好？哦，妈妈太大力了，妈妈我妈太大力了，吓跳吓跳，你怎么前面一下笑后面一下哭啊？宝宝帮你换衣服了，哪是从头啊，从头修暖还有认干爹干妈，姑姑也会回来，我们翻身宝宝弄哦，这边翻身。哎呀，今天默默的衣服跟宝宝的车子颜色一样耶，看电视啊，看电视啊，呀嘿嘿，讲什么？你讲什么？好可爱呀！回花莲，这次有特别安排木木。要准备依照一些习俗修暖，就是假借传统，其实是要带木木出来玩的一个概念。这次很开心有老婆，自己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还有二姐夫啊、二姐啊、大姐啊，还有小孩啊，还有我自己花莲的好兄弟啊，都会来。你看你有多重要啊！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头，头发超多。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回家。咻！他今天比较早起，所以我们现在让他睡一下，因为他等下下午会有一堆行程。那我老婆在旁边挤奶奶，好看哦。好看哦。我们这次呢，收闲呢有 Jesco， 然后是白色系。为什么是四个月啊？四个月是怎样？他有恐惧期啊，所以你有发现他就是开始会慢慢喜欢把手放在嘴巴，吃手吃脚，嘴巴就会开始痒痒。然后他四个月之后他会流口水，所以我们就要给他输啊，然后慢慢开始给他副食品，就是要让他练习吞咽。哦。突然想到，我觉得我们要带木木来我们的旧家。木木，这是你的桌厨哦。帮木木拍一张照好了，以后他才会知道。可爱哦，好了，睡觉，想睡觉了。你在睡眠的时候曾经来过这边家里。小姨妈来看木木，皮肤好白哟，皮肤。肉两边都肉的，小姨婆哈。现在我们在帮木木布置一下，等一下修暖的布置。这是姑姑哦，姑姑要帮忙照顾喽。阿嬷、木姐、爸爸哈，我们现在来布置一下，等一下全部人就要来了。哎呦，好可爱哦！哎呦，照片也有了。我要去换衣服了，因为等一下呢，就是直接进入重头戏，木木的认干爹仪式。气球交给我吹就对，两层的哦。这是那个我高中同学他们做的。我爸爸最喜欢的麦麦来了。麦麦，你是我爸的梦中情人。爸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才不敢呢！各就各位啦，要仪式要开始哦，仪式快快结束哦哈！默默等一下睡觉。感谢各位朋友、亲戚，还有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我们家。现在呢，要有一个小小的仪式，默默要认干爹，可是要先经过几个考验才可以通过，可不可以认你为干爹？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带默默的衣服？有，默默衣服。先比一下，怕你送的不好看。我们是有干爹干妈哎，干妈帮忙，杨基队。哎呀，木木，第一关过哈，问你几个木木的问题，答对五题以上才可以啊。请问木木的本名是什么？木木，不行不行不行，
哎、欸，木木的本名都不知道。李刚子。答对了。请问木木的生日1月5号，请问是几点几分生？早上10点。几分？零分。10点10分。哦，10点10分。这时候我妈他们也很心虚的躲在旁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请问木木出生是几公克？2000多，2000多。要帮忙吗？这我真的不知道。2010。太神奇了，你是早产儿。2800。接近2751，谢谢2751，记着记着，这些你一辈子都要记得。OK OK。请问木木的干妈几年几月几日生？3月17，这算送分题。对，木木的日文名字是什么？喜诺比啊。请问木木现在用的尿布的牌子是什么？满意宝宝。改了吗？好，对。请问木木的鳄鱼杖最喜欢的啦啦队队员是谁？我不知道他喜欢，但是我觉得林香他肯定会。林香，没错没错。请问木木的阿公姓什么？姓林啊。木木的外公姓什么？外公姓许。标准答案。对，请问木木要称 T 的妈妈的最小的妹妹的老公叫什么？最后一题，这一题一题可以抵4分。好，请问木木最大的幸福就是现在有这么多人爱他。那请这个国文系的干爹即兴的念一首现在最适合的诗送给木木以及大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离席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吟，慈母吟。第二关通过，干爹好棒啊！干爹好棒。来到第三关哦，他要写一个书法送给木木，字画，一幅字画。对，第一个字他送给木木的是喜。让我专心，让我专心。你的笔画都错了啊！古代是这样子，古代是这种笔画。你应该先写好的，浪费我们大家时间。我心太崩了，我要乱写。好，旁边好吵哦，太吵了。这个字写的还可以啊。第一个字喜，没看着鸟真的是差很多。喜得木木，喜得春，喜得丁，喜得丁，喜得林。林没有勾吧？为什么要勾？哦，刚刚我有问有没有勾，哎，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练习啊？认这个干爹很两光，哎，这是什么？古代是这样写的，古代没有那个儿子，哎，真的，哎呀，因为他获得了我的小孩，姓林的干儿子，姓林的干儿子，所以他这个其实取得很好，对，喜得麟儿，啊，你可以站着，然后讲，可以，最后一个仪式就是他们要认，他们两个要互相敬一杯，来，默默。来，干儿子，沾一口。啊！好，以后就叫干儿子喽。好，干儿子。恭喜成为干爸，恭喜成为干爸。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好像没有希望他当大哥。干爸仪式认完了哈，干妈跟干爸拍张照。木木现在请上座，要准备收钱了。收钱就是大家等一下拿一个饼干沾木木的口水啊，要跟他讲一句话，对不对？好，爸爸先。木木啊，小大大，我得赶紧叫妈妈。哎呦，那语气可不可以不要像收金那样的语气？木木啊，小大大，我得赶紧叫妈妈。哎，木木来，哎，小暖小弟弟，好你熬大好有气。对嘛？外婆。你听话，捌代志。哎呦，一样哦。哎呀，姑姑，谢谢姑姑啊。修妈修弟弟，好你大汉高赚钱。爸爸，修妈修弟弟，好你考试拢学怕。OK。修妈修大大，好你可爱人人听。你几星保平安？妈妈，他去你不知道在干嘛？二姐，健康哦。哎，想吃哎。这个。啊，有舔舔一下啊、哦。结束了。哎，木木啊。木木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干爹干妈认那个木木为干儿子的仪式，以及4个月。收闲的仪式，接下来我要干嘛？带大家去看一下，真的是累爆了。最后的收尾呢，就让我好好的坐个这个按摩椅休息一下，晚上再跟大家去吃饭。谢谢收看那个这次的元气要播。
晚安喽，各位，来。野人七号部落的母亲节，这边全部都是母亲。上次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的妈妈的怀抱，幸福的路上。啊，唱两次。贴蛋糕，耶！哎妈，你帮我拿煮个东西啊，帮我剪一下那个，帮我剪一下。在花莲，我很大也在花莲出外景，就把木木带去给还没看过木木的宪哥看。宪哥，木木，很灵动的耶。可以啊。哈，宪哥爸爸，好啊。哎呀，好可爱，好可爱，木木啊，看阿公啊。哎呦，阿公宪哥来。宪哥啊。哎，他们在后面呢。然后等一下大家去看，大家去看林香，给姐姐抱抱一下。这才是你真的妈妈。喂喂，她很安定呢。嗯啊，她都不吵。好，不吵哈。来了，来了，大哥，来哥，最小龙妈妈来了 ，Vicky 阿妈来了，香香姐姐来了，香香姐姐来了，快给香香姐姐抱抱，给一波，给一波，给一波，这就是妈妈手，哎呦哎呦，这就是妈妈手了。其实人家一直想说，可不可以给林香姐姐抱抱，然后 Vicky 姐姐一直抱着，只有你这样想，哎呦喂呀。实力是爆发，哎呦，你这样你都赢，哎呀，手不能再进去了，干什么？干什么？木木，干什么？木木，那你要塞进去吗？木木，你别跑。等一下看完哥哥姐姐要回去了，不然这边很多小黑纹哦。哎呀，木木啊，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对不对？宝宝味，宝宝味是很香哎，都是奶味，太可爱呀！啊，那我们要录影了哈，木木要回去了，拜拜。给达哥抱，达哥没抱过，你看就知道不会抱。你没抱过，他没抱过，达哥不会抱小孩。抱住就好了。骗人生小孩，就这个时候了。给达哥抱抱哎，你感觉现在很惊，因为还是会怕。我爸爸敢吃屎，你爸爸敢不敢？啊？咋啦？拜。宪哥，我带木木回去了，爸爸工作了哦。那我们去玩喽。那么好，宪哥，蚊叮蚊叮，我妈被蚊子叮了。对啊，被蚊子叮，里面很凉哈。好在是像妈妈的漂亮。这是幸好的，这是幸好的。我们走了哈，小蚊子很多哈，爸爸去工作了。Fighting！ 爸爸后天再来接你啊，好不好？拜拜哦。拜拜拜拜。这陈雪仙那么可爱啊，这是谁送你的？这是谁送你的？主角哎。对呀、啊，你每天都买主角。